各位观众朋友您好，很高兴又在大法古节目里面跟您见面了。我们常说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这句话呢似乎跟佛教所说的慈悲心有异曲同工之妙，但是站在不同的立场，如果用同理心同情对方，那么很容易会失去自己的原则，如果坚持自己的立场呢，又显得有点不通人情。那么我们该如何善用同理心，才能够既不失去原则又通人情呢？让我们来请教圣严法师。同理心呢，这是啊，现在的西方心理学上的一个名词。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里边呢，很多做心理辅导工作的人呢，都非常强调人与人之间要用最起码的同理心呢，来跟人相处。这样子的话，就能够啊，得到对方的信任和认同。也就是说，人的观念和你的观念，人的感受和你的感受，人的行动和你的行动，应该呢有大同小异的地方。所谓同理，也就是说站在他的立场，站在其他人的立场看那个其他的人，也就是说还他的本来面目了。这个是啊你的想法，这不是啊我的想法，那我站在你的立场来考虑你的想法，为什么你这么想，那我就能够认同你的想法是对的。这就是同理心啊。所以说另外呢，一个就是我吃饭会肚子饱，我相信你肚子里边没有吃饭的话也会饿。一些中国人首先呢就会问，一看到就会问了，吃饭了没有啊。因为中国人过去呢兵荒马乱，这个天灾人祸，这个荒年的时间蛮多呀，这个吃饭这个小事情太要紧了，先问一问，一见面吃饭了没有，就是表示关心，没有饭吃这是很可怜的。这也就是同理心呢。同理心也就是说，这是啊你很另外的人呢，是共同啊会发生的一种啊感受和啊情况。但是有一些头脑闭锁的人，感情闭锁的人，他只想到自己，自己要什么自己要什么，不考虑人家肚子也会饿，人家口也会渴，人家做事情也会累，人家也需要穿衣服，也要需要穿房子啊，住房子，不考虑，只考虑到自己，而不考虑到他人，这就变成了没有同理心了。所以同理心的意思，并不是啊，问题里面所误解的哈，因为有一些人误解同理心，就好像是说没有我，就只有啊，只有你想怎么就讲什么，你想黑的。我就说哦，跟着你是黑的。其实同理心不是这样子，同理心呢，就是听到说人家是讲黑的，要了解一下他心里为什么有这样子的反应，就是这是黑的。还有呢，很多人都认为这个是黑的，那你自己一个人觉得这个是不是黑的，那就要看一看，那为什么我觉得不是黑的，人家是黑的，一定我色盲了的，我的色盲啊，所以是看得不清楚，人家看都看清楚了，那我色盲，所以没有办法跟人家看法一样，那就修正，要修正我，而不是要修正人，这也是个同理心的。所以同理心呢，不是等于啊，要否定自己，而啊专门呢要附和他人。但是站在佛法的立场来讲啊，应该比同理心呢
可以更超越一些，或者是呢更深入一些，那只是就是用的慈悲心了。慈悲心不是说为他设想，并不是说我只要认同他就好，而是呢这个人是不是需要，他自己可能也不知道，但是呢站在我的立场啊，一个客观的立场啊，知道他需要。比如说父母啊看到孩子两天没有吃饭了，这孩子还不想吃饭了，可是父母觉得这个小孩子一定要吃饭了，但是不吃饭这小孩子没有想要看医生呢，他也没有说要看医生，那如果用同理心同这个小孩子的心也不吃，那也帮忙一起不吃饭，或者让他不去吃饭，那就不慈悲了。所以是慈母就要把小孩子带到去看医生，看了医生以后如何的让小孩子还要吃饭。因此呢，所以一个菩萨的慈悲，或者是一个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的慈悲呀，就要对他人或者是对众生呢，他自己需求，我们看到他是需要的话，那我们要满足他。他们希望听什么样的话，的确是他需要听到这样子的这种声音，这种话，我们就要满足他。另外呢，他们很笨啊，或者是他们已经不知道是不是需要，可是站在一个菩萨的立场啊，就是同理心也好，应该是讲慈悲心呢、啊。我这个菩萨，我自己不吃饭不穿衣服，我可以忍耐。可是慈悲心的不是，自己不管的，自己呢肚子也没有吃饱，但是先把人家吃饱吧。自己衣服没有穿，没有衣服穿，可以找衣服给人家穿吧，因为人家更重要更需要，这想到众生想到他人而不考虑自己，这就是慈悲心了。所以慈悲心跟同理心呢又比较深入，又比较广大。阿弥陀佛。